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姐，今天做超级好吃的云吞，早起十分钟就能搞定。半斤五花肉切成小块，放入绞肉机中，加入葱和姜，再加入两个蛋清，一勺盐，一勺胡椒粉，适量的生抽，一点点老抽，一勺蚝油，最后再加一点点香油，搅成肉泥。包云吞的方法也是特别简单，碗中加入一勺醋，一小勺盐，香菜，虾皮，香油。云吞煮好后，连汤带水勺上一碗，喜欢吃辣的再来点辣椒酱，真的是超级美味呀！喜欢的话就赶紧试试吧。